下面一个问题，他慈云灌顶法师说，世人造极重的罪业，世上所有金灿灿除不了的罪业，还有这一句佛号能消除罪业，请问这是否在信愿往生的基础上才有效？信愿往生的基础上有效，在平常遇到障难的时候就更有效啊，所以要想消业障啊，这个方法是第一法了啊，全凭信心啊。如果你有怀疑，他就打折扣了啊。那你不相信，他就没有效了啊。这个道理啊，要懂。